但感觉这波打起来 OMG 是优势呀，看一下 LNG 怎么处理。LNG 造的速度也有点慢，但这个时候把车开过来了，皮库亚被控在空中，完全没有下来，落进场打了一波控制，人马直接配合进场，这局势瞬间反转 ，OMG 三个人被追散了，往上路在逃跑，小五利用他的这个牛头大招撑住了一波伤害，回头一个 WQ 自己感觉要牺牲，交了一个闪现，人又没有跑掉，点八条选到了一个大招 ，RK 的血量也非常危险，霞在后面再守下 RK 的一个人头。 六撤回到塔下，但是都有控制吗？即使蓄满了 QO， 把 Light 给击飞起来，还是保不住自己的性命。卡牌亮起了一个大招，从龙坑的后面绕了上来，但这个位置有真眼防守住了卡牌的进攻。人马被丢到黄牌了，又被扯了回去，有点难受。沙皇这时候把大招给交了出来。 小虎想去 KO， 但被打断了。卡拉比躲掉了这一波人马的大招，应该说对他没有太大的一个效果。牙膏在后面交出一个金身，然后吸引了很多的火力。这时候爆了进去，绿毛已经先被处理掉，但是火龙是被京东给拿了下来。这时候由火龙魂增加了一线的伤害。沙皇还在场中想要输出，但这一波的输出好像让自己失了身位，遭到了反而遭到了击杀。龙肯也收掉了小虎。 先来看一下这波苏宁又开始准备打大龙，打龙的速度非常的快，这一波好像 W 有一点难进去，不管不顾了，直接进去就是要抢，但是这波没有能够抢到呀。飞机上这里身上被套了一个守护者，还是不能走，锤子这个技能已经空了，这波苏宁想要继续反打吗？正面 Angel 先交出自己的金身，Angel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，变大了一个纳尔，直接拍了威利斯芬，而正面黄金也倒下来了。苏宁这波虽然拿到了大龙，但是感觉团战是溃败了呀。 卡拉比过来了，三人开车没有撞到人，冲上去人马撞后排，感觉效果也比较一般。绿毛打了一个推，但是沙皇这个推效果还不坏，把人哥给推到了一侧。但 Loken 现在场中疯狂输出，这波京东这个团战应该是要大获全胜了。刚才绿毛一波 Q 闪直接 Q 举四个人，太漂亮了！这波跟入木完美衔接了一波，哎，但这边 RNG 还是拼命换掉了对方的下路双人组。 苏宁这里还要过来看一下，没线勾勾到，赶紧 EQ 走，但是带人过来救小上。问题他们带的是个纳尔，而在正面另一边阿宾可能也被突破了，在屏幕的左侧海克最后通牒只能把自己给套命走，一推推了个大纳尔，反手拍两个黄金，先没了纳尔，但是这波金克斯恐怕没有人能干扰到他的输出，黄子 EQ 挑两个，打出金克斯第一条命，但是一个马蹄子又过来了，马蹄一踢再踢，换风也倒，最后黄金也跑不掉了。